我说你就因为这个三百六这一双哈，你那个气质一下子提升了不少，一下子值三百六了是吧？你一戴上哈就值三万六。大家好，俺妹妹很长时间没上俺家了，然后说今天上俺家来吃饭，咋溜今天中午做猪蹄子，俺媳不能光吃猪蹄子呀，我让市场简单再买两个菜，这样黄花，要黄花，哎，行，再来这个。哈喽，妈妈回来了。你把菜我买好了，做饭去吧。嗯，好嘞，那做饭。哎，我靠，今天买这条黄花鱼哈真大呀，很新鲜，你看着吗？很新鲜，这条鱼行。我把所有菜都水好了哈，今天看着哈，一个麻婆豆腐，炒个空心菜，熬一个汤，再炒个菜瓜。今天晚上也不做多了，八个菜一个汤就行了，主要还是吃猪蹄子哟。你快快，我听敲门，那妹夫这边来了。我去看看啥哈。欢迎欢迎。Hello。这是什么呀？妹妹买的书包。给妹妹买的书包。哪里买？把超市搬来了。多长时间没上家了？半年了。半年了。给咱闺女买个书包，装尿不湿的。时间长了不见，我还再见，也变高了哟。人都长高了，你还不累？比你高多快。小太爷。啊。这是我花三百六给闺女给你买的。这什么这是？这是必须的那个一的，一的，多少钱？三百六。那赵姐，你给你啊？不，你有知道有多少？你给他现金，你给他现金。有三百六，三百六的。你给三十六就行了。你知道有多少人情就行了啊？不走，三花了三百六买的哈。这是我的，看看嘛。好的，那点一坨。哎呦，哎呀，真好看。那就给你那个，再一个半斤钱的一个。半斤钱？嗯，我是的。哎，没有啊！什么一秒银啊？纯银。那太沉了，你给我弄个纯银，家伙就心里还轻这个。你我怎么能花三百六的？三百六买的。没带过三百六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你这三百六还了得吗？什么乐的？得好年不带乐的了，不会的呀。我说，你就因为这个三百六这一双哈，你那个气质一下子提升了不少。一下子值三百六了是吧？你一戴上哈就值三万六。不是，这乐的太小了，不行。实际就花了三百六。这个花好看。我看这个乐的，基本上要戴完以后哈，明天这个乐坑就到这地方了。志成，这今天中午我做的猪蹄子，交给你了。行，你吃行了哈。很香啊，一看。你可以吃，你不吃也不吃。那我给你吃快了，快。球球弹弹。便宜的，我不行。哎呀。啊，干了。香不香？小啊！我火候怎么办啊？你火候？我蹄子，这锅会调还。先有几个小朋友吃啊。王老吉。来，多吃多吃多吃，先啃猪蹄子。再把白粉吃了。球球弹弹。你看看人家。一会儿喝杯来，来欢迎俺妹给俺妹夫上家哈，那个非常高兴哈，今天晚上半年多了啊，没见没上家吃饭了，谢谢兄弟，今天上午录个视频，是不是咱俩有矛盾是怎么事儿？表演厉害了，哎不是忙的什么，其实我其实早就想来了，就是说忙着时间就过去了，一点不错，来吧，来喝酒来，来喝那个送给你三千万哈。千万要翻台啊！千万得顺利，千万得挣钱。好嘞。哎呀，上回林银行没学着别的，学个三千万的，哎，学个送千万的。不想去了。哎，我这一听这不是送三千万，我这想房子搁哪买不就想好了。妹夫，嗯，下次你想吃猪蹄子，你就来。我问你去。想吃中饭，你就跟我说。我下次我得。尽量的得多走走动，你说这亲戚弄的哈，半年走不了一次亲，还了解还。咱俩走见头，也跟我似的，我没邀请你。叫我急忙上恁家，明天晚上上家，是吧？上近太近。后天。等等，下星期尝尝到了。空心菜啊。空心菜一般不得尝。嗯。通过上附近以后哈，爱上了这个菜。大头，你别光吃啊，你得给咱妹妹跟妹夫喝杯哈。以后常来，不我们邀请，到底干啥就来了呀？我不得行，我弄个老忙你了，是吧？
你坐坐我耍不行吗？我比你狠吗？我比你多个小孩儿。我今年还行，我今年来了几趟活儿，今天。是的，前两回都来给我帮忙看小孩了。嗯。下次你生三天，我也去给你帮忙。那我就不给你帮忙了，我还是别生了。太瞅你了。以后我有时间了。嗯，太瞅你了。你当老板，你就知道吧。不是，一会儿还能给你打工啊？还工资啊？姐夫，给姐夫打工，姐夫还能亏待你吗？多少给你多少？真是啊。嗯。那谁嘛？嗯。那你把银行卡给我。不是。啊。真的？你都说了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，你不搭理我。我跟俺姐说话，你净说我。那个，我跟俺妹夫哈，喝酒喝不多，因为我不能喝。哎，姐夫，来喝个。喝。哎呀，今晚你这饭还是依旧的那么香。嗯，那个猪蹄子符合你的口味吧？太符合了。那鱼呢？鱼更符合呀。那就行，反正就是家常便饭啊。以后得经常来吃。那必须的。我就喜欢跟俺妹夫喝酒。做两人都喝不多哈，今晚在这住去吧。啊，这个尽量的吧，安排好时间再来玩玩。啊，行，是吧？反正你要说走吧，就不能叫你走太晚啊，主要是回去还得40分钟，车程。嗯，来吧，喝好了。来，没有不散联系哈，往后常来哈。行，来。明晚再来哈。干了。明晚再来，明晚吵架。吃饱了吗？哎呀，饱饱的。你看，骨头酒我肯定多啊。吃饱你就走吧，你就走吧，说这要半夜了，我得撵他走。那个不是那么回事哈，有小孩啊，得回去得试探我了。行，好嘞，我抽时间再来。好嘞，好嘞，来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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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着哈，慢着哈。好嘞。